是尼加拉瓜瀑布。尼加拉瓜瀑布有两大的部分，这个比较大的是 Canadian 加拿大的瀑布，另外这一边比较小的是 American side。Crocker River 那边对岸就是美国的领土，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瀑布。这个比较壮观的是加拿大的瀑布。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游戏。注意一下吧。OK， 所以离这么远的地方水池很大了，所以等一下一定是会全身淋湿的回去。好，给我们下。But you will be fine. I believe.